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心如虚空，欲如十方，广设佛道无群生，天上人间一切处，悉现无等妙庄严，以从如来功德生，令其见者乐佛智，欢喜耐药佛的智慧，不离一刹一入土，入月普贤照世间，因生息念七皆灭，犹如鼓响无不应，要有众生心下礼，唯彼演说声闻行。那是他达不到这大菩萨境界啊，就给他说声闻语、声闻法。但是音药里头发出的音声啊，不是谁说的了，那天女放的音药，音药的音声里头含着这些意思。要是有那众生心下劣的心，进入不了、进不了华严境界，那给他说声闻法吗？演说声闻行吗？要心名利乐痞子，这痞子佛说的二乘法，除了声闻，说痞子佛法，那痞子佛就是中乘，声闻那就是小乘，在为卑鄙说中乘道。要有慈悲乐摇仪，为说菩萨所行事，要有佛大心，要利益众生，那就给他们说的大乘法，摇仪众生，说的如来无上法。譬如幻似作众事，种种形象皆非实，别把这些事都当成实在的。像幻生幻住处，说这些个呀，这幻化是一样的，着一种种，这些个形象都不是实有的。菩萨智慧所化现的，也就是这样，随现一切理有无，说所现的一切相、一切音声，离开有，离开无。什么意思呢？不是实有的，也不是空的，无就是没有啊，不可说没有啊。有这些音声，有这些妙器，就这么说法，那这些法都是假的，不能说无，也不能说有。这是这个梵天王的梵天天女跟天王说赞叹佛、赞叹这些大菩萨的，把这些赞叹的音药也好、音声也好、赞叹的行为也好、供养也好，不要把它当成真实的。也不能说它完全是虚晃的，就是无心而普应，到此地的菩萨赞叹的时候啊，他演说法的时候，身无身，心无作意，说法自在的，随什么机而说神法，身口意三业是自在无奈的。这叫圣智身心，都是以智慧变化的，智慧成就的。所以这些个音声美妙音声赞叹佛的时候，也包括的第八地，也包括下文的要说第九地。所以这些个梵王赞叹跟着天女这些音声
说的这么说的，赞叹就是震动法，入世美音千万种啊。梵天这一个梵天女赞叹这个美音，音要所的音声千千万万种种类类。赞叹完了，歌赞佛已莫言状。歌声赞叹佛已静，完了就莫言静状。等着闻法呀，这是供养啊，这是供养。当即众生谢托月，因为谢托月向金刚藏菩萨请示的，是吧？那现在又表示第九地当中的谢托月菩萨请示。谢托预言金众敬啊，谢托意向金刚藏菩萨说，说现在大众都清净了，供养供养完了，赞叹赞叹完了，那请你说法吧。愿说九地所行道，说第九地菩萨怎么样修行，怎么样利益众生，这是请法的含义啊。第一个呢，就是此地的菩萨辩才无奈，说法无奈，立身无奈，名为法师地。九地菩萨名为法师地，因为方便业在第七地就成就了，说法的善巧方便到九地功恒就更深了，这都说的大菩萨的智慧成就，就深入佛法，巧能言说，得法自在，请啊，谢托月请，说第九地的菩萨，他怎么样行道的，就是他怎么样说法，利益众生的。尔时金刚藏菩萨告谢托月菩萨言，在谢托月请之后，金刚藏菩萨就答复对谢托月说：“佛子啊，菩萨摩诃萨与入世无量字，思量观察。”那谢托月请呢，金刚藏菩萨就答复说了：“说菩萨摩诃萨，摩诃萨分大菩萨，摩诃分身大。”说菩萨之中大菩萨也入世的无量字，这是指第九地菩萨了啊。第九菩萨有无量的智慧，思维观察，欲求欲更求转胜寂灭解脱，复修习如来智慧，入如来的秘密法，观察不思议大自性，敬住陀罗尼三昧门，具广大神通，入差别世界，修立无为不共法，随诸佛转法轮，不失大悲本愿力，得若菩萨第九地善慧地。金刚菩萨、金刚藏菩萨就告诉谢托月菩萨，说菩萨成就了第九地的时候，以这个无量的智慧，思维当中呢，就是定，观呢就是观照，思量呢就是定般若波罗蜜。观察的这观照般若波罗蜜，定生慧，定慧双运，说这个地菩萨他在他定慧双运的时候，他求这个寂灭解脱的时候，在这个修如来的智慧，修如来的智慧，在修如来智慧，入了如来的秘密法藏，
我来禀毕方丈，观察不思议，大自性。先说九地菩萨自修，就是金刚藏菩萨说第九地的菩萨啊，他观察不思议的这大自性，观察那本体了。嗯，静住陀罗尼三昧门，先要一定啊。定而后发大智慧，就大神通，入了差别世界，无量世界，差别世界，无量世界，修十力四无畏不共法，这都是佛的究竟，根本究竟的果德上的事儿，那也是随顺诸佛转法轮，这是菩萨的大悲本来愿力，入了第九地的三会地。上头所说这个寂灭解脱，这寂灭解脱是无色相的，无相法的，无着无相解脱门。咱们前头讲了，对。第九柱就开始讲，第九柱、第九行、第九回向，都是一个无作无否解脱门。到了第九地了，究竟达到了寂灭解脱。寂灭解脱是指定说的啊，大定啊，大定。那修习智慧呢，是指是会说的。是关照的，但是呢，这是如来的秘密，如来的秘密法藏，这个寂灭解脱，观察如来的智慧，如来的智慧，如来的定力，成为秘密法，跟菩萨不共的，说叫秘密，这个是观察不思议。是大智慧的体性，本体的性体。嗯，进入陀罗尼三昧就是入定，定而发出慧，就是神通。定是自然的心体，心的本体。大神通就是慧，通是慧性，定是本体。入这无量世界中。无量世界差别的了，差别世界。那菩萨不舍这大悲本愿的力量，入了第九地三会地。前头嘛，第八地，我是祝福的劝勉。八地行要开始发心行菩萨道，要利益众生，他向前一进步就进入第九地，这有说法才有力呀、啊，才有力。此地菩萨是智慧柔力，但是从开始起立的时候，七八九地，他们得到的无声法音是相同的。一个愿力，一个慧力，有所不同的。八地菩萨得到是引，得到是引。九地菩萨要在引上起大悲，起大悲。那八地菩萨是不动，不定就是寂灭，就是寂。从这寂而起大用。大众就到了第九地，寂而起众，众即是地，就是真正解脱，真正解脱。这成就法师的方便会，第九地的菩萨啊，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持善会地。入十指，
没有证得法界性体的时候不入实智，证得了法性离体的时候就是入了真如三昧了，这就入实智。知道什么呢？散不散无尽，知道是三性法，散性不散性无尽性，或者有漏的，或者无漏的，或者世间的，或者出世间的，说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定不定行，声闻独觉法行，菩萨法所行，如来地法行，有为法行，无为法行。这就是与这个净法与眼法有漏法无漏法，到此地时候彻底的究竟清净了，清净了。这段经文就这意思啊。那么菩萨也入世的智慧能入实之众生心，众生心像什么似的？像极茂密的森林一样的。说此菩萨啊，以他的智慧所证得的智慧能入实之，就称真如理，知道众生的无量的差别烦恼心，像那稠密的森林一样的，有烦恼稠林。那所造业的业力，所作业的稠林，所有的根的稠林，解的稠林，性的稠林，药浴的稠林，睡眠的稠林，瘦身的成林，习气相续稠林，三句差别稠林，把这些个都拿一个森林啊，拿那森林的稠密森林，拿这个来做解释，来形容，形容，说众生心呐，差别太大了。这形容众生心，这是众生心是杂眼的，一个烦恼，一个业，一个生，有业就是受生的。业所生起的，第九菩萨要度众生的时候要知道一切众生心，众生心是总，总说都叫众生心，那它里头详细要分析来说呀，那就太多了，众生心啊，咱们所学的教义里头就是形容解释众生心，杂眼的清净的，杂眼心这不要详细解释了，这大家们学他的经论上都详细知道了，但是都那稠林呢多太多了，像森林一样的，稠林，稠是不可知数，你进到森林里头要数多少棵树啊，大的小的啊，所以拿十来形容吧，十种稠林。这是比方，说我们众生那个心呢、那个念呢，就像那个稠密的森林一样的，说不清楚的。说要把这个心断了，心性觉，把心里所行所运动的心把它断了，那非常难呢、那就证得了才能断呢、说咱们说讲圆满讲心性，一个信心，最初起个信心，把那个所有的烦恼心让它停止了，专一心信佛了，不随着烦恼转了，随着三宝
升起信念，断了愁林了，那不叫就不叫愁林了。说心性等于稠密的森林一样，我心性要绝了呢，要断了呢，发起信心，你这个信断了那个稠密的邪见的稠林，信而后能解，解是明白了了解了，解而后能行，行而后能正，正了就把这愁林的一些行为都断了。信什么呢？信诸法的真实意。光信心还不行啊，还一日佛所教导的法去经常的熏修，熏修以智慧力来断，断什么呢？断那个烦恼的愁林。第九地的菩萨，他现在的智慧，他了知一些众生的心，众生心那个烦恼啊，要愁林那样的，就是烦恼又多又广，要愁林。但是这烦恼再多再广，都由你烦恼心而所起的。如果达到无心了，无心那些个烦恼的愁林就断灭了。就是说烦恼，形容烦恼。第九地的菩萨，他的智慧，能知道一切众生心的烦恼，能够启发众生，那他的智慧也像愁林一样的，大智慧像愁林一样的，他能运法一些众生，让众生断了烦恼的愁林，说一切众生迷了他的自性了，他不知道一切的法都是原生的，他自性的本体啊是清净无染的，那空净的，就法性本体的，是因为业缘所生起的，叫原生。性空缘起，因因缘而生起一诸法，那这些法呢，在众生说呢，就是一切的愁林，烦恼的愁林，就是烦恼又广又多。那九地菩萨他达到智慧的境界究竟，他给他演说一些功德的愁林，以功德的愁林消灭众生的烦恼愁林。那菩萨他能知道众生的业根，让他理解他的业根，他的种性，他的耐耗，他的欲望。九地菩萨完全能知道，说法要对机，他能灭众生的心见愁林，他那心那种种相，菩萨都能入实指，都能断他。此菩萨入实指众生心种种相，这一下就专说众生心了，说众生心的种种相。众生心都是哪些相呢？是杂起相、数转相、坏不坏相、无形子相、无边际相、清净相、垢无垢相、法不法相、幻所作相、随住取生相、
入世百千万亿乃至无量，九地菩萨都能入十指，知道众生这些个心，这是众生心愁林，拿愁林来形容着，光知道不行，知道得帮助众生，教化众生除灭。心的差别相，心、意、识这三种，心、意、识三种呢，就是八种，八种。心在法相中讲就是八十嘛，八十嘛。意就是七十一根。前六十，前六十，第六十是意，第七十是一根，也是意，第八十阿赖耶识啊。由这八宗的识，圆外边一切境界相，杂起呀、啊，前文着经文所说的杂起呀、啊，杂起的意思啊。在心起念的时候，有种种的缘，种种的相，就是特别是前六识所缘的种种相，转呢就是那个意，转即是意，意根转成是意识，意识转成了前的眼耳鼻舌身，叫五识。那八十就为体吧，转者是一吧，要把这些灭了，灭了就是坏，坏使得不生，不坏呢就生起，坏了就是不生了，转生跟不生，就是生住异灭的四相，有时候是无形子的，无形子的，他没有形体，也没有什么质量的，心身，心体跟身，是你作业的意志，由他而造业，我们经常说，说要让心体离念呢，离了念啊。心离念，离了念就不做一些业了，离念不做业了，那不做业呢，它停止下来了，停止下来了，那心呢，所依止的呀，是什么时候讲的？性空缘起，说缘起这些个是依着心的性空性，也是空性而产生的。性跟相不同，合而为，这叫心的体，心的用，产生一切言法呀、境法呀，境心随着眼缘，那就起烦恼了，本来是最初性本性啊，叫咱们性体，它非眼非净的，没有眼睛，随着眼缘而起眼法，是净缘而起净法，随业生，而缘成了八个实识啊！这在《大乘起信论》讲啊，一念不觉生的三四相，业转现，业相，在这个法相中讲。这业相里头就含着，业相就是含着，就是八识，说含着八识，说有一切的眼法，但也它含净的种子，也含着净法，是眼净和合的，眼净和合的，
但是自性的本体呢，它不是个眼相。自性的本体就性空那个缘起那个性空，它的自分啊，它的自觉是清净的，本来非眼的。在《华在的结论》讲，一念不觉，这个就是妄啊。不觉是妄，觉就是真呢、啊。但是真的是不动的，妄的是动的。越演越出，越演越出。妄一真起，妄一真起，这个妄就是缘吧，缘起的。缘起的性不是空的，但是这个性体呢，虽言而不言，它不变的。这在起修论讲，在受熏习的，它不变的，这自性清净，原来的本体自性。但是随着眼缘了，随着眼缘而演而演，它本体还没动呢。本体不动呢，就是它不从烦恼转，不随烦恼相，随缘了有垢，有垢，但是它性体啊，横离一切垢眼。所以为什么说一切众生跟佛同体无二无别，那是指那个性空说的。那跟佛无二无别，但是眼垢随着眼缘而起的众生跟佛有天渊之别啊，但是还是同一体，同一体。在这个文里头要详细讲啊，又指一切诸烦恼的种种相。所谓久远随形象，无边引起相，俱生不舍相，免起一意相，与心相应不相应相，随取受伤而住相，三界差别相，耐见慈慢入见深入过幻相，三业因缘不觉相，料说啊，乃至八万四千相。光说呢，那就不了八万四千相了，无量相了。这里头演了这么多相，真的相，这是什么？烦恼的种种相，本来是清净的，但是入了烦恼丛林里头了，缘起生起一住法，这样无边引起种种相，种种相，这个相难知啊。无边引起的所有相，因为你无边的烦恼相，就得修无量的善根，要对着烦恼。烦恼是不停歇的，越演越出，越演越出。说这是祸。完全是祸言。有没有善呢？这每个人每一天的烦恼，说很多烦恼，有没有善呢？与善俱的呀。说现在我们出家来修行，我们都是善，都行善业，有烦恼没烦恼呢？与烦恼俱呀。所以祸跟净，善与恶，难知啊，难知。我反复说，也在这个上头，又在这个上头，所以不能断惑，
不能清净，因为善跟恶两个东西是两个，但是呢它又不可分离。你要转祸就变成善，但是带九地的菩萨，他知道一切烦恼种种相，无量劫以来他就随着你不变的生生死死引生出来有很多很多的烦恼。说你一受生就与烦恼一起来的，烦恼一起来的，这些相啊，一个一个叫解释，解释，一个一个解释呢，叫认知，认识了，知道了，知道了，那怎么样断它呢？最初你开始断不掉，断不掉，别让它再成长了，让它降服下来，让它安静下来，它随所受生的不同，客观外边的环境不同，你这烦恼所起的烦恼也不同哦，也不同，看着是坏事儿，有时候变成是好事儿；看着是好事儿，有时候变成是坏事儿。为什么呢？好里头有坏，坏里头也有好。这种错综复杂的因缘呢，它的过患呢，非常之深呢。那么因为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把这一个三业所有的因缘闹不清楚，就是身口意的三业呀，夹杂的很多。说慈耐了，慈慢了，这里头有种种过患，三业的因缘不绝的，说这总说吧，说个八万四千，其实不了八万四千，无量烦恼，说叫总说的这一段呢，叫烦恼愁林，烦恼愁林，我们要是在相声来讲。这样来讲啊，那是越演越出，越演越出就是很多很多的。要是从境上来讲，从心体上来讲啊，把它停止了，观法性。咱们前头讲啊，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如果用虚空的含义讲，那就能使这烦恼不生，烦恼本来也没有，本来也没有，本来是什么时候本来呢？就是在性体上是没有的，所以说烦恼都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所以久远随行啊，说这一个烦恼的种种相啊，是从无量劫来，随生生相生生的，它都随着你生生的，无边引起，往往因这一个烦恼引起无边无难的烦恼，无边无量的烦恼，生生死死，随着你不能离开。有时候跟心相应，有时候跟心不相应，随着你随取，你到哪一渠道受生，而住，烦恼就随着住着哪一个渠道呢？你生到欲界就住在欲界，生到色界就住色界，无色界就是色界，那是生到人，生到人了，生到欲界吧，生到欲界，欲界这个环境是很大的了，你到哪一个阶层，哪个阶层，很简单。如果你的家庭，你生下来一小家庭啊，是父母都是读书的，
都是知识分子，啊，住在城市，那这个心象又不同。从小孩一小，他所见的、所闻的不同。如果生在极少数民族，他所处的环境、声相完全不同。这个是呢，这都叫缘起。随缘而生起一些法，这个问题很深啊，说是很深的，很复杂，很复杂。但是你要把它截止了，停下来，静心想一想，依着佛的教导，现在我们都是佛弟子吧，也是佛弟子观察，观察这些相，来对着它。来降服他，我们从这个世间法的形象投入三宝之中，以除世间法来互相对照，来降服烦恼，降服烦恼。这个问题很多，不是一时能讲得完的，下回再讲。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兴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马中茶中的，真是大了。上的事儿开人了，对我说的，酒吧，上说这层叫哪种茶种的，辣种园的这叫了啥？加把这个可能，看我的酒啥酒，啥上面天气那么多的，这哪种茶种的好像是那天我也说，那个天气这里，我说酒吧要去参加，干净的这里。
说把他们就接到了营子，到我这儿干的，这里班子这里，那时候嘛，他们就讨论干的，讨得到了这里还好了，俺都差不多，还叫干起活的，说上到手干的啊，这里了，啊，俺的娘子这里参加也有的，参加这个这里，六娃一孙子，六个参加的别个这里了，参加喜欢的这里，老爸的了，怎么就什么就有的，什么就得干一个大的的呢？那个绿的了，南山的了，你们还有的是？这上中村的人呐，几个人啊，有的是，十里的人就我还有的是。这上中村的人了，大名的勇敢的就有的是，多了绿的，人家也用不上去的就有的是，人家也用不上去那是。虽然中央安全完了，这里这里，因为这些那些民众这边，他这里这里那啥人的话，中央安全完了，这里啥出门了，我们中央这里送个药来是，这农村的这里是女的，啥子啥子意识啊？你们那的美女，这里意识干了就叫人干了就，或者什么嘛那什么的，他们啥子人啊送是，你这女的，人家也有个男的，你就见过他们些，这不管闲事的。这人家哪里有个男的，只把他们吃的要来送。这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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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他们些，他们一人马着把的，这毕竟这玩意就玩的，毕竟这玩意就我讲的的了。当地的基本靠玩上一个吃要来，那个就把他们吃了，吃了他们走来。上朝成了的，大部分干活的人家。这他们让人出不来是，这他们这里是到马大坝，他们就到大马大一层了。这是马大坝南岸的城上人是，一直到关的，这是呢。这是马大坝他们大坝的，就是去就是的，就是雇佣来让人是吧？这是这里啥家他，这里三不三中生，六个啥家哪个哪，这里啥几个干，这里啥子的干的哪等人呢？这另外也是这个这个这里对了，到中国国内这里，那他们中国人是到中国国内感染中国人，那个啥不到，说到了啥出中国国内是，真济南的中国人，这运气不到就三级，他们这个哪个地方他啥出中国地方有的是，去年就到这里一人马着吧，那他搞这个街头就落不了几码的了，毕竟就往中华去。这种地方，但当地的这种夸张，一片多的，他不上去，搞他就看不拉手吧，这个有的，这他们这，出多少经济呢？上去各省的农村，他们这上不了的是，对，各省农村的农娃人种的，这个是控制有的，大到嘛大人家娘子有的是，大到嘛大娘子有话的，这让个社会，晓得理解了对的。马大娃他爸也不好过，他有的是。第三个，这里他马娃他这里在他们生意拉不起把的，这里让吃吧，老二个这里，咱们一直就到过的，三十了，这里在他们让你们怎么吃的哩？马大娃的老二这把不是一直他爸也没，为了心痛了，谁吃的做饭吃的，这饭叫他拿的啥吃着？没在他们马大娃身上吃把啥了？吃的这里看着啥着啥？这里去了，头发这里。我们说把娃吃到吃完的嘛，说把娃吃到很这些，一日就叫马着吃，他妈多忙一日吃。这马着了，打着到马着了，同样的可以。我上级身边你同样的，你弟兄同样的，同样的可以。他第一进去玩多少去？说这什么真的他不行，搞的，哪几年多少都差的有的，这要萝卜就把一杯，打底了，可以。马大娃他别他玩的了。那么说我打算说的哇又不说我们看别的的人家也用这话心里人家也用这话的兄弟那就他们就时间了那里除非在他们那么看着那么可以看着差不多的压起脖子那么说我打算说那么说我打算说的人家也用这话心里这里哇又不说我们看别沙瓦擦看二个的沙帕来了，哎，忙嘎嘎了，看说话怎么着？这差点出不了地，怎么着？
东莞人叫东莞人安的这哪里的干了东莞人的话这是这样的话人我把这个送过来这是不要的他就拿不到看完拿不到啥就不能搞啊一日准备要的一日这准备的可能拿不到人家送上人的因为变成吃饭了说让人的要不要的别人说他俩就是做那样普通当部的剧找部的把那个拿走要的对我说你妈的我的但是我是杀老鼠鬼们就到我的吃老鼠鬼的吃了没有鬼的呢这到了差的这哪个上去把哪个让你吃的有把的另外一把洗的这打不杀他们就让你吃的有的马大不生气一定有把他们的吃的有将拿到一个七八个他忙呢这里杀出了没有哦没上出国去请了送卡拉康就是哦他请了这啥阿姨了你啥出国别提到你这用的这个都你能你这样的这个大大姨你大的银行这个这这的都是这样的这个我到了这个他这个他到我了这个他过来啥姨他这个让你你把这个七八的给查的要的这个妈要不叫你看别这种他的那么啥就把他查的要的这一点了，王别的、阿别的，跟哪里哈那哈那红配的了。这个啥就成多一点空间呀，松的就巴适。别人工资上我也不用去，别看那点了，谁也不用去了，那多一点空间松的就巴适。第三那个点了，有的他们就少这个卡了，那就叫出去玩去。王别的、阿别的，跟哪里哈那哈那红配，这少这个卡了，匆匆的行不了的，别人。哦，上帝有的这个卡拉的，什么这他妈上帝的也到了这里，马个那马个我马那就这吃的，要几趟的，哪几家做什么就，对这开始了嘞，马多不吃几趟面，牛毛对这东西这个有的是，牛毛话的别了个，上周是个当地的一批个罗杰的，你们把种子拍死种个烂了就种了，你把吃吃就把那什么，上把的你这个种种个药嘞，在那这里，在他这，啊，马大把他们就打过来的了，这里偷了过来，阿边打过来的，哈那有的他们这这叫做奴的呢，这里他这有我们奴的了，那他们出版的多，这铜啊的，日巴的。要啊，咱们这可是就是啥种菜解决嘞？啥种菜就到南京去打工要的，啥种菜就是解决的。这个那几叫做什么钱？我们跟那安排的、安排的，跟那里哈那哈那安排，要几套的？那几叫做什么钱？等你那马啥话打他个那阿瓦罗，这里我们上班了，上班了，好极了。到大地一定有把他们来的，都做个错吧，我们西巴拉的人在都用啊，改革改开始线下，开始查看过，开始设备过，在那里，银行机他们过来，有的他们裸体就三把刀他们就是，刚刚过来的，哦，刚生刚生裸体加上卡里过来，这东西就这个，这东西就是有老实老实。要是他去罗出去三八堂他妈去，我打三八堂他那样，但是你这些同学马上就逃过来了。我们家那阿瓦罗跟的那马上没打，沙巴人那里边什么哇，什么呀，妈妈的都是，上大亚多那里好的，别的地方让今年子找我的，咱俺今年子也他妈上这游戏，这个他妈那玩啥游戏嘛？这看你。前面的龙巴龙汉他妈就是杀错是吧？对了我哦，叫做说不了是啥，没想不过，那对了我嘞，这可咱看了这个这个讲是啥是啥，没来的，老子当军农村的旁边嘴巴没把头发就着呀要嘛，就干这啥了啥，这头这可说，这里那么啥没打，别打那摘出来，这没打的嘛，什么也说呢，这里他妈的。大地阿家肯定他们写的，哦，那看了就把这三种村子的土地去，他们他们搞的外人过来的，罗让他们那个王子在玩去，
我就考虑家的那马上那咋不知道哪咋的叫这咋比的什么呀说话中了他的那个王子的玩去哦接到的可以到的哦接到那么那个什么到他的说说个谁没被一批给落去啥意思嘛那些我的身体的苹果对面嘛了解的没这个上的过来是这个第一就不懂的就是个三件套件我们不摸呗所以他们就老中三件没叫把这里哪怕他要把要的第一就不懂要的是老不是成人超多这光景当起来可是老中就要的是第一就不知道去年就到那里哦一里可是老不是成人里面的一里你要把的可是那里可是他们三件这里让你的嘎达是这的出版要去让你让这让你这些让出版的呢出版出的金融没老祖做的呢让个他了让个楼就把这的大一一样那里大伙你不一样那里为了东部七部这个东部七部这个杨干没东方部有的东部这个哦杨干你有的就是另外几个有的那一直把让个成了一的没事这让个他了老祖把那些但是一定没把老酒呀要的这些酒吧什么手机没叫我这东西那么老王的老酒吧去年就到的夜里一马这边夜里一马这边这里一直把的老板的我叫老板吃不下了三个要的这吃饭也把哈空的这里的你的没把干了一下这里就他就是三个你的是三个你的是三个这里你是没被是接的这里这当怎么他来的呀逻辑怎么的哦你要买的现在这个我可能三级生你要买的你没买的了怎么了逻辑怎么的啊怕什么不行了确实这么多要买的呀哦确实这么要不起我有一点别的那些怎么逻辑确实这么多要买的逻辑怎么哦要做那块真的吃吧干啥干啥有别多的那个是吃一家呀所以说那你就把他的老师把他的他们确实的他们有人的有人都蛮弱的弱的他们这样不好过来这样过来可以去你就到了一人的一马车马车把阿桑他的这样当时上班到达当上出生这一直不是到达上级通信给这里不做个菜没个上班的人家去你就到这里东大问问一马车吧上级身体一马车吧这样在地球上的世界当中当跑跑那种去把让你给找过去跑跑那种去把他身体那种陪伴是多少刚才上班我在那他这些人你得看得把你把头发那么久其实他们那么用的是哦头不用的是对不对那种他说还在干什么你懂得不一样过来这些什么的这里没有这些外界真是刚好就插住工作的快快说啊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我们谈到了关于普贤藏